来来来，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。哎，又是别的女明星发胖，是我最开心的事。碰到了好吃的，然后我又控制不了的那种。我连酒都戒了。那个准备了一个礼物过来，我知道你爱酒。啊，你也山东人啊？山东人不喝酒怎么行？好了，我真的是我已经戒酒了，可是因为遇到老乡，不干个杯我实在是……哎，不用干，不用干，哎，真的干，空了。所以那个卢一菲的秀好看吗？好看，不一样的是它的剪裁，像是艺术品那样。你这样如果去餐厅吃饭夹菜的话，毛都泡进那个这哎，不要啦，我要这样。我们调查这次来巴黎时装周有哪些明星？我知道有你，还有王菲，有王菲，还有。所以我跟跳完 miumiu 之后，我们两个就会用非常假的态度说啊，有。会不会抱着那种就是不能输其他女明星的心情去看秀？会抱着一定不能出错的心情。所以你有看过就是真的穿得很丑去看时装周的女艺人吗？但是没有看到很丑，就会觉得就是还不够完美那种的。我是有看到蛮多的。那是你要求太高了，我的眼光。你上台前紧张会怎么样？想上厕所。小的，因为我大的时间来不及啊。我上台前会非常紧张，紧张的我是严重的肠躁症。那也是差不多，也是跑厕所嘛。这衣服就是连身的，你知道很憋，你就是很难。然后上台以后，然后就又忘了。我也是香菜，听说你很吃香菜的人。还有一次，小时候也怕吃香菜，可是很多食物没有香菜根本就少了一个味啊。它不能撒在上面，比如说香菜炒肉啊，就是入味的那种。我吃过吃了一把香菜，经纪人真的特别实在，他也没有给我切，也没有说给我撒点什么沙拉酱之类的呀，很新鲜，汁特别的多。塞塞塞塞，我想嚼烂，然后嚼不烂，一咬那个汁，啊，滴在嘴。哦，现在说出来都有点。直播结束之后，你有立刻吐吗？我没直播完我就吐了，我痛恨购物，一直看到好看的不会想要特别想去买。我跟你讲，我最痛恨的东西就是纸袋，还有包装好的礼物。哎，完蛋了，卢一菲的公关会不会冒冷汗？因为他该送我包装好的香水。我是连包装袋、购物袋都收藏的那种。Don't tell me， 你鞋子的盒子还保留着，你不会还有拍照，然后粘在那个鞋盒上？哇，我白痴！